损秋干。人讲吼、哦，绿色环保，我们要绿造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就是要用环保回收再利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回收再利用的时候，咱都开始咱想到，咱要做桥的时阵，咱就想讲啊，咱来用纸箱来做一个桥，但是那个惊讲咱这个桥伤软，未固定。来，那个弟弟，你帮我介绍一下，咱、来看咱的桥边家。嗯，咱桥边家，咱上次是不是各用一个什么物件固定？这是什么？这算就嘛是顶纸硬纸对不？硬的啊，加有，嘿啦，这摕来互人看一下，嘿，纸板的嘿，哦，听讲这有现成的，好，咱来改加强固定起来，四连灯边哦，所以固定起来伊的纸板伊较袂歪去，较袂讲凹去安尼吼。因为纸板固，相对硬起。嘿，纸板固伊会怎落去？哦。好啊，因为无定数针啊吼，嘿，啊咱用这须须拢慢慢安尼一针一线安尼吼，全部拢改用定数针定起，加定起哩。然后看咱的，我们咱的这你讲这是啥物？咱的源泉的特色这是啥物？蓝马哥，这是向边呢？老师傅边呢？九十岁的老师傅边呢？是新港来迄个吗？哦，迄阿伯边呢？哇，你看伊真特别哦，真的哦，国宝级的吼。啊，你想要带什么无？像啊，咱有一个新郎呢。要带一个肥肥的咩？我来讲。